大四喜啊。打牌赢还输，小赢啊，赢一点点。可我上礼拜是输的，所以差不多，大概正好抵消。打六二而已，很小，也不是很小啦，就是一般般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很多人没办法见识到我今天的神机啊，我也没差啦。各位觉得不要压抑啊，说什么啊，你等那么久没开台，很正常啦，打牌就这样子啊，时间过得很快。尤其是要是你打牌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遇到了超人啊，真的是超人啊！打三将可以自摸那十几把，我都不知道他摸哪里去了。遇到超人啊 ，Superman 啊，那你遇到了 Superman， 你要认命啊！真的，打牌这种东西就是运气啊。很多人说什么啊，打牌也是靠技术，我听他的喇叭啦，那技术当然也有啊，可是他就跟 LOL 一样啊。运气吃重啊，真的、啊。你听三个洞二五八，他听一个中洞二，照样自摸啊。你只在旁边，怎么可能？就是发生了。啊，不没差啊。意外总是会发生的、啊，就如同 L2 的意外也很多啊。我偶尔也会发生意外、啊，就那是偶尔。意外嘛，就是意料之外。现在是怎样？我妈的，这边东西是维克特 Victor。